二月二好像是这银子往家里汉剧啊。二月二桥旁宴，蝎子油烟不见面，这是第二句。蝎子油烟啥意思啊？蝎子油烟就是那个蝎子，就是那个毒蝎子这么大的。啊，油烟呢就是多腿的那个蜈蚣。啊，不见面就是过后咱们见面。啊，对，这要不解释还真的不懂。下一句。啊，第三句换地方了。对，咱们找个墙角。啊。三月二，说干哈？十月老鼠就我下来。这句啥意思啊？这句就是，有十个老鼠了，有九个是瞎子，他就不出来，找人粮食来。哦。从小跟你姨他们，就这一套俺们就做，到现在还是一样，哪年也做。哦，那我也得学学了。学学吧。我公公在洗麦子，过几天去磨面。爸爸，自己磨面是把麦子皮儿也磨里边吗？麦皮儿不磨了，多少剩点。哦。他磨了，面忒黑了。哦。吃起来不那么劲道。哦。那咱往年都磨几袋子面？往年是磨两袋子。袋不够了就搁换袋。怎么换？一百斤麦子，给八斤面。八十斤面。啊，哦。这麦子得洗几遍啊？洗两遍，晒干了再捡捡石头子就行了。哦，就可以去磨面了。这是捞出来的麦糠。这堆已经洗好晾干了，这里边基本上没有麦糠了，只有点小石子儿，到时候再捡捡小石子儿就行了。这两堆是等我们回东北的时候带着的。二月二，婆婆家这边是吃面条的。是。二月二吃龙须啊，就像龙的胡须。对，有家也吃饺子。哦，是叫吃龙耳。吃龙耳。和面的水里面加了碱和盐。妈妈，加碱和盐起什么作用啊？起这个作用是，劲道。啊。还有是。不容易煮烂了。哦。我们家那边面条的吃法和这边完全不一样。哦，那怎么个做法呢？我们那边都是吃热面条，而且就是没有菜码啥的。哦，有炉子吗？我家都是煮面的时候把那个菜和调料一起下里边。不一样。和完面醒多长时间呀？醒个十几分钟吧。啊，就可以擀了。用擀了。这些是今天准备的菜码。茄子、鸡蛋、西红柿和肉是打卤用的。这些除了黄瓜都需要焯一遍水，然后拌到面条里。开始擀面条了。妈妈，我大姐他们有多久没擀在一起回来了？去年五一回来的。哦。也老长时间了，他们也都上班。对。那我大姐他们过两天回来，咱准备什么东西啊？也不提前准备，他是
小炒麻油，到省里就得买。嗯，我三姐还说带个火锅鸡来了，带吧。嗯，你们反正都没吃。嗯。我爸爸也是做饭的好手，平时炖肉做鱼的都是他的活儿。你妈妈不愿干的活，主要是你做的好吃。擀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开始切了。嗯，这么包就行了。嗯。放这个苞米面是为了待会儿切面条的时候不粘。对，也有，找这个麻的，淀粉的。哦，那个也不粘。那个也不粘。西红柿鸡蛋卤，这是茄子肉卤，这面条看着就很筋道，就是有点粗，挺好啊，不耽误吃。这就是婆婆家这边面条的吃法，这是麻酱、蒜泥。这种打卤面的吃法真的很美味，太美味了。小鱼，啊，跟妈妈学啊。好。2月2龙抬头。2月2龙抬头。金子银子往家流。金子银子往家流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